玉米须加两物，生命被赶走，划走是你的损失。今天分享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小方子，无论是蛋白酿、腰蛋白膏，还是鸡肝膏，还是有血尿，都可以用到它。谢谢大家点个小红心收藏一下，以防划走找不到啊。我们可以采用有玉米须、车前子、生甘草，煮水20分钟。其中呢，玉米须呢，它可以利胆止血、利尿降压；车前子呢，可以淡渗利湿止泻、清热利尿、明目止化痰；生甘草呢，有清热解毒的、补脾益气的功效。那么三味药配伍使用，有可以利水除湿的作用，对蛋白尿的患者呢有一定的帮助。